关怀呀。他说是像18岁的姑娘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看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来炸的甜酸鸡，炸了这么多酸大肠，酸大肠哈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这几天又没有炒锅，然后我就很忙了，我煎半个炒锅。阿牛忙的时候，阿牛做货呀，阿牛做货的话我就得炒锅，然后今天一大早起来炸甜酸鸡，炸完甜酸鸡的准备炸那个手中鸡。昨天晚上也是很忙，还好女儿儿子在家，把他们两个都叫过来帮忙，不然三个人忙不过来，太忙了。昨天是星期五嘛，就是我们这边星期五就是一个星期里面最忙的就是星期五了，所以昨天就很忙。哎呦，我的衣服怎么说破了呀，破了个洞。现在准备炸左中鸡，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忙，星期六还好一点，大部分就星期五会比较忙。酱里面我只吃猪肚跟小肠，其他的我都不吃，大肠不吃，猪心我不吃，猪头肉我不吃，猪肝我吃，就是猪肚、小肠跟猪肝这三样我吃，其他的内脏、大肠我都不吃。美国这边也没有看到卖小肠的呀。不是，那个是烤乳猪那个肠不一样，这样稍微焯一下就开开了。平时的话，师傅在的话都是师傅在，我是没炸那个。师傅不在的我要炸。阿牛今天很多东西，阿牛今天要做肉。饺子昨天饺子吃太多了，没饺子用了。本来是不用做肉的，肉是够的，那到星期一做都可以。没有饺子馅了。昨天还那么多饺子用吗？昨天忙死了，还好安妮过来帮忙。儿子他很迟了才过来，儿子九点多了才过来。儿子你过来，我都要下班了，你过来。看到安妮在这里的，所以他就迟过来。他本来说安妮不在了，他6点多过来的，7点多过来，现在8点多、9点多，到9点多才过来。平时的话，师傅在的话都是师傅在，我是没炸的。师傅不在的我要炸。要做肉。饺子昨天饺子吃太多了，没饺子用了。本来是不用做肉的，肉是够的，那到星期一做都可以。没有饺子馅了。昨天还那么多饺子用吗？你们
常喝咖啡会不会睡不着觉？其实我经常喝的，按着不会，只是喝多了，喝一杯没事，喝两杯的话可能多了。正常的话，这样炸三锅就够了吧？好了，今天中午就炸这些，这些中午肯定是用不完了，够用的。然后不够用，今晚上再我等到四五点的时候再炸一次。差不多就差不多了，这还剩下剩些，今天晚上炸可能就差不多了，一天差不多量就这么多。